既然你已经来了，那就在这里签字吧。周末地劳务合同，零号委托，委托人是谁？你自己。哟，你醒了啊。枢纽区基地的情况很糟糕，我们被天使攻击了，目前只能说是暂时稳定住了局势。这些生物是天使？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来历？从人们首次抵达塔威尔开始，天使就已经存在于此了。他们比人类更像是本土生物。这就是青石，换个说法，这就是青石污染这个世界的方式。很多人恐惧你，因为你做事的手段令人不得不担忧自己的命运。也有人敬仰你，因为你的目的都是为了文明的存续与发展。轰鸣的原始供热炉代表着文明的心脏，集成工业系统将会是一切的关键。有了它，我们终将力挽狂澜。那是我种下的。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最北边，走到可能是终点的地方。说起来，我该怎么称呼你来着？管理员、预言家，还是干脆叫你博士？